Hello，大家好，又嚟到我 Net Chan 谈赛马时间啦。咁好快回顾一下上次赛事，即系礼拜日嘅赛事提供嘅心水先。咁啊，两只 Net Chan 马啖英姿升2.4倍，话临尾飘雨行，我估呢只马有三点几倍，话临尾信心十足2.4倍赢马。咁快步速啱去跑，揾到遮挡，苏少辉搏杀呢只马搏杀咧，一阵我再讲下苏少辉啦。咁夜馬都好合理嘅，對手唔強呢場，咁即係精輝啊，可惜啲啊，跑第四啊，咁幫唔到大家中 Q PQ， 其實係佢同仁者全心揀嘅啫。咁如果喺嗰一日，即係其實姚本輝同文嘉良都有殺馬啦，但係仁者全心我都不嬲都係好中意，都話追到佢斷為止。不過精輝我見佢部署咁鮮明咁啊。博精輝再冷啲，點知啊？只能跑第四都。其實我喺嗰段片都講咗場感恩。其實上場千二對住再遇歸來嗰場水準不嬲係真係唔高，一定要順計數。咁同埋都係講咗仁者全心上感恩，仁者全心再人上感恩啦。對住中心勇士嗰場都係平榜，而家上感恩仲要讓佢兩磅嚇，咁就好簡單嘅啫。其實日都話有事跑馬就係咁噶啦，好簡單，但係啲人就係唔信就係咁解。就係咁解。咁啊，兩隻高出賽樣馬，澤星之光4.4倍，失望少少。潘明輝嘅處理全程外跌，冇乜諗住揾遮擋。佢初出嗰場揾曬遮擋，臨尾衝一段上嚟入位，依場竟然係全程揾，唔係太著意揾遮擋，轉彎一早西咗出嚟，咁就跑得唔好啦。咁齊齊發冷門就冇辦法啦。咁啊，1月1號好運1月1有一隻高出賽樣馬，就係三場嘅聰明導彈，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嘅。咁啊，好快講下啲馬圈新聞同肥忙馬啦。咁講啲馬圈新聞先啦。貝力斯就完成咗賽事啦。其實貝力斯其實喺香港個頭開得唔錯啊。上季一嚟嗰陣時咧，曾經一日係人勝得精彩跳出香港，起碼應該係呢兩隻起碼係兩隻高班馬，兩隻起碼咁樣樣贏馬，咁就開得唔錯。跟住但係去到季尾階段受傷，唞咗好似成個幾月，跟住冇得復出啦。去到今季初亦都係有個開始嘅。偉達第一隻馬，明月星輝第一隻出嘅馬，第一隻贏偉達，明月星輝幫贏，跟住但係都係麻麻地表現得，支持度非常低嚇、去到臨尾用低個李寶利啊嗰啲嘅，咁即係冇辦法啦，都要翻澳洲。今次其實好多人咧，嗰啲蔡俊佳都成日講話，係咪下季等希斯翻嚟佢就翻嚟啊？但係貝力斯其實喺好多訪問都話。他回到澳洲騎都起碼幾年後才算他是這樣說的訪問。我很難相信希斯，大衛希斯回來之後，來了香港開倉之後，貝力斯會跟回來，不是那麼兒戲的、我想香港買圈一出一入不是那麼兒戲的，看看怎麼樣、貝力斯。希威森苦戰到2019年最後一場賽事終於贏了，這場這樣說真都是贏運啦、29秒1頭段咁樣樣，俾佢輕鬆放出嚟，臨尾緊緊捱到啦。咁就唔係話騎得差，佢騎馬就正常咧，唔係太離譜咁差啦。咁但係睇下你有冇實力助騎咧。咁今場真係賺曬形勢，咁睇下佢會唔會取代沈娜位置啊？喺偉達馬房嚇、幫偉達搏殺，睇下可唔可以。偉達都中意用呢啲騎師，即係唔會太熱嘅騎師咯。沈娜嗰啲，咁睇下佢可唔可以代替沈娜嘅地位。咁就精彩，好精彩嘅贏得。咁最主要係一樣嘢，大家都要相信傳統智慧，就係灰馬跑少少變化地啊。琴日都唔係太變化嘅，我哋少少濕濕地，唔使太乾快地，係會特別好啲嘅表現。咁同埋又精彩，其實羅富全都講得好清楚，呢只馬要有 cover。有遮擋，上次谷草有遮擋之下咧，就輕鬆贏馬。咁今次亦都係喺我段片都解釋咗，預期會守首影，後邊有 cover， 咁所以都贏得清脆利落啦嚇。根本上睇下佢捱唔捱得住嚇、挑戰啲短途系列咧。咁啊，講下啲備忘馬，咁備忘馬、備忘人蘇兆輝同埋依個叫做備忘馬嚇。先講蘇兆輝咧，就講下佢，大家要認一認咧，佢搏殺嗰陣時嗰啲叫做推騎英姿星啊，第二隻睇睇啊，搏殺嗰陣時候嚇，咁樣砌得好勁啊，見到嚇，
隻手伸直曬推嘅嗰陣時，呢度少少內閃咗，而家嗱伸直，右手狂鞭，左手係推到好勁啊，奠定勝局啊，可以收手啦，輕鬆輕鬆咁樣樣啊，認得啦嚇。咁啊，再睇只烽煙四起先，呢只烽煙四起，褪翻前少少啦。烽煙四起又係啦，右手嗰一邊幾狠勁，左手狂推騎，逍遙自在喺度。力逼咧咁樣左手推嘅，右手打邊，跟住知道個勢逍遙自在，臨尾依兩下都過，但係嗰隻手咧都係伸得好直嘅嚇，臨尾幾下嚇左手右手邊不斷落。安富大家要留一留意，安富我覺得佢跑得比較油啲啊，臨尾幾步嗱，全日方家拍冇嘅，大家要知道啊，全日方家拍冇咁呢只安富嚇應該係依只，大家睇臨尾嗰個處理。而家未入鏡啊！啊，準備一陣又入噶啦，臨尾幾步大家會睇到嘅，佢出嚟，準備入鏡啦！依幾步大家睇佢啊，抽住抽住咁樣樣嘅喎，嗰啲推騎冇邊啊，冇推騎嘅喎啊！咁啊，睇多次啊！如果大家睇得唔清嘅話嚇，抽住抽住咁樣樣嘅喎嚇，準備入鏡噶啦！嗱，而家嚟啦，嘿！佢左手嘅推騎，睇下右手冇落邊，左手嘅推騎係咪內閃啊？只馬大家會疑問啊嘛，再睇一睇，冇乜內閃，唔係要收嘅呢只馬啊，呢只嚇右手邊打咗兩三下啦，跟住啊，跟住臨尾都唔打啦，冇乜內閃嘅。喺呢度呢幾下就係收住收住咁推，我話覺得比較奇怪啦咁嚇。呢場咁可能方家柏表示唔使搏得太盡怪一隻馬，蘇兆輝而家都好配合，見到嚇，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唔係話咩嘢嘅，主要係留意只安富呢場未展現出佢最爭取到最佳名次，我覺得大家要注 mark 住呢只馬，我覺得可以留一留意呢只安富，係咯。咁大家都知道啦。我而家其實喺另一個頻道咧都啊，另唔係另一個頻道，另一個渠道都會發放啲臨場分析嘅。每場賽事之前十五分鐘之前咧都講下二月奔馬預計集前落飛馬騎練動態啊，同埋臨場場地形勢等等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嚟到我 Facebook page 撳 send message 或者嚟到我置頂 post 或者留言，咁我盡快發放啲信息俾你睇下，就令你做參與。咁到最後希望大家嚟到我 YouTube 頻道。Net Chan 撳一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啊，同埋撳咁樣嘅鬧鐘，咁第日有新片咧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嘅通知咧，第一時間知道噶啦。多謝你支持，下集再見，拜拜。